现在举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，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。 表示欢迎。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，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志宣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。 各参研参建单位和全体同志始终秉承航天报国、科技强国使命情怀，团结协作。我宣布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。 正式开通。2020年6月23日。 9时43分，北斗三号 GEO 简三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。1994年，北斗系统启动建设，走过了26年的不平凡历程，全国人民携手相助，倾力支持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北斗建设步入快车道。2年半时间，高密度发射18件30星，与47个地面站天地联网运行。北斗三号系统提前半年完美收官。北斗三步走发展战略，实现决战决胜。